朱立伦不积极，骗王金平，骗洪秀柱，嘛骗咱新北市民骗足济，对不对？民生汐止县，伊头一届，我头一届动应算的时阵，就讲三环三线我能实现，民生汐止县起码有实现吧？民生汐止县就要被酸连起的时阵，够给咱创一个动工，对吧？好、哦，那个动工开多少？各位知唔知？在1400万啦，1400万哦，遐树啊，植栽刷刷一个吼，围里围围者，安尼开1400万。结果民生汐止县行政人员都嘛无案，没有案哦，拢无案。也无地，也无编预算，也无计划，也嘛无征收土地，嘛无变更都市计划，伊就会当先甲动工。各位，这是是不是骗很大？对，你了安尼是啊，做好做满是嘛，国货骗足济啦。啊，所以讲我伫遮要恳请大家，即个伊即摆出来穿双裤，咱袂使过骗去，安尼好阿无？决定爱想办法，好。有能力去求做盐山子文龙跟基隆河整治，有能力的民进党团队，好，别当顺利来股票动算，哎，好啊，好。啊，所以讲咱爱追求国会啊，总统胜算，佮国会过半，哎，好啊，好。啊，总统胜算佮要和小英也当高票当选，哎，好啊，好。啊，国会过半，虽然这不是民进党，这时代力量党，但是即马是合作的。哦，都是换力团队，拢是台湾主体啦，台湾优先的团队啦，拢是去追求台湾人较幸福的。啊，所以讲，国会过半，决定爱予黄国昌会当高票当选，好唔好？啊，那政党。